和抗疫疫情撒下来，扛下来关心天使，就同央台高本记者傅芬芝。主播当地的收看新新闻，乡亲朋友大家好，又到下主讲天使的时节了。今日天使出现乌龟，寒气眼发发的，日头寒气冻烂了，所以乌龟色彩已唔松散哦，规身影黏黏夹夹的哦。今日日头冻烂了，你先看到呀，今日的紫外线预报就做在第一。今日紫外线的全台湾都同初步影响样，都太多的感染色都红色的等级，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乌龟防晒措施，听从而做好些来。不过，让一条有激烈天使区有经验了，就做你看到吉米气象局针对台南条烟、花莲烟、台东烟都发布的高温黄色警号。也只会讲咧，要提醒一三只蔬菜乡亲朋友，吉米要减少出现乌龟发痛的机会。喺讲真嘅要出现乌龟，听说滚水就要塞好来。韩国咧嘅防晒措施就要带好来。沙来，你看到呀？沙来嘅卫生沿途嘅部分，诶，就做在第二，也全台湾含地嘅太平洋高压嘅损耗哦。不过，做在发现咧，台湾西南部嘅亚威有一只云内当地嘅通告哦。今日起是到拜六礼拜，韩国下礼拜哦，也西南风含起会建材上来，会同雨水带入来。故说西南天气，今日到连登诶拜六礼拜咧，含起会有全季日落雨嘅情形会发生哦。不过近比落雨的情形很样的，你看到夜天亮落雨的预报就做在第一，中央冻住过后会有可能短时间之内会落初生再开心的希望掉雨，可能提醒山区朋友、山区天气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屋内落雨的情形。不过其他蔬菜没做没有较强心掉的会落雨的情形，出门要带杂的哦。不过对安不透落雨的情形天天的感受的，不过没会吃到非常的协少。前面你同大家讲，乜解按到妥短时间之内会落初生再开心嘅希望掉伊咧？你就做你看到妥太伊嘅等级咧，一点钟之内落嘅四十毫米以上，可能妥上起部分内沙就会较松，可能就会有沙头落下来嘅，也系非常危险嘅一类情形咯。再来河伊嘅，河伊就会妥三点钟之内落嘅100毫米以上。可能就会有泥沙浆、泥沙流、土沙流的情形发生，咪可能平地的蔬菜会有积水、淹水的情形哦。韩国咧，河太一的部分三点钟之内落个200毫米以上哦，可能哇，山东的天气就会有河内落沙的情形。韩国咧，山区的海水、韩国河坝水就会起到冻结、粗渗、冻等现象的情形发生哦。故说近边咧。亚安冬日的天使型形态都有可能在妥短时间之内落个初生再开心的希望掉伊，提醒乡亲朋友特别要较注意到的，就像初比下昼两点半到三点半，因同南埔高雄屏东的山区就出现了等一点钟之内就落个超过40毫米的情形发生了。故作提醒乡亲朋友，请你提醒大家，哎你嘞，最近我被除掉要做好防晒措施，多些水以外，没有注意自家企业环境。是咪要神奇？是咪会屋内漏水嘅情形？要特别注意自己安全哦。以上系前面嘅下主讲天使，同时亦讲条讲翻本彭丽主播。有样呢，卡早以前喊天使下半天，不过天顶两点过后，从台北天气就开始落雨嘅，尤其一下。日日彭老板呢，喊啲嘅响雷公轰轰滚呢。卡早以前，气象局唔但枪针对全台湾有16个县市发布为台语特报以外，现时还针对北台湾北几坨鸦片发布为台雷语特报，也系即时嘅消息。古早你看到哦，像亚种一样红色嘅，就系十种坨松白天气，鸦片开始响雷公诶，提醒大家要注意响雷公，韩国会采强阵风安尼嘅情形。全为冻住过后，热对流发展到冻风，将会有亚种按激烈嘅天时变化。今日嘅客家千禧本就进行到鸦片呢，希望下个礼拜日再飞。